孟子批之一。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真利而国为以万乘之国，是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臣之国是其君者必百臣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以苟为后裔而先例，不夺不厌为有人而遗其亲者也，为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故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今使灵台今之营之庶民，公之不日臣之今使物及庶民子来。”王在林又忧鹿忧凫忧鹿啄啄百鸟赫赫。王在林沼鱼任鱼跃。文王以名利为台为沼而名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于鳖谷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氏曰：“十日害丧与及女皆亡，民欲与之皆亡，虽有台持鸟兽，岂能独乐哉？”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以河内兄则以其名于河东，宜其宿于河内。河东兄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御田。然古之兵刃既皆弃甲，夜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而是一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为农食，谷不可胜食也，树谷不入乌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今以食入山林，财物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财物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以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食。七十者可以食肉，以百亩之田物夺其食。数口之家可以无饥，以锦祥畜之教生之，以孝悌之。一般百者不复待于道路，以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亡者谓之有也。苟至食人食而不知俭，徒有恶福而不知发，人死批之二。则曰：“非我也。”遂也是何意？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亡无罪，遂思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愿安臣。”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挺与刃有以义乎？”曰：“无以义也。”以刃与刃有以义乎？曰：“无以义也。”曰：“袍有肥肉，就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恶福。此律受而食人也，受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律受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向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始思民饥而死也？”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其长子死焉，西丧的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怨彼，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望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国税，敛身耕役，懦壮者以暇日休，其孝悌忠信入
以示其腹胸出，以示其长上，可使至挺，以踏秦楚之间，假立兵，以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斗，以养其父母，父母动二兄弟妻子离散，彼陷逆其民，往往而争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见梁襄王出，与人曰：望之不似人君，救之而不见所谓焉？猝然问曰：天下恶乎？定无对曰：定于一，孰能易之？对曰：不是杀人者能易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之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以天由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目未有不是杀人者也。如有不是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以臣如是也。民归之，有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齐宣王问曰：其环境闻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还闻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谓之闻也，无以则忘乎？曰：得何如？则可以忘矣。曰：保民而亡，莫之能御也。曰：若寡仁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之无可也？曰：臣闻之胡何？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信中。王曰：舍之无不忍其胡素，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信中与？曰：何可废也？以阳义之不实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亡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故之。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臣有百姓者，其国虽贬小如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胡素，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阳义之也。曰：王无义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义大，彼恶之之。王若以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则焉？王笑曰：是臣贺心哉！我非爱其财而义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为我爱。 PG 三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恕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生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与存夺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无心。夫子言之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曰：有负于王者。曰：无力足以举百军，而不足以举一羽；民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于心，则忘许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贺与然？则一与之不举，为不用力焉于心之不见，为不用名焉；百姓之不见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忘不畏也，非不能也。曰：不畏者与不能者之行何？以义曰：挟泰山以超北海。与人曰：我不能事，臣不能也。为长者折之。与人曰：我不能事，不畏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忘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忘是折之之类也。老无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虑于长。师云：情于寡，妻至于兄弟，以欲于家邦，言举私心，家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故知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以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贺与全然后之轻重度，然后之长短，物皆然心。为圣王请度之，亦王心甲兵为侍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王曰：否。无贺快于事
将以求无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清宣，不足于体与意味彩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辨蔽，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攻之，而王其为是哉？曰否，无不畏。是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以欲辟土地朝秦楚立中国而辅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由愿慕而求于也。王曰若是，其神与曰待有甚焉，远目求于虽不得于无后哉？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哉？曰可的闻与曰邹人与楚人战，则望以为孰胜？曰楚人胜。曰然，则小故不可以敌大寡，故不可以敌众，弱故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其极有其一，以一服八合，以一于邹敌楚灾盖，一反其本，以今王发政失人，使天下事者皆欲立于王之朝，根者皆欲根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葬于王之室，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及其君者皆欲复宿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王曰无婚不能尽于是，以愿夫子抚吾志名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曰无。 PG 四。恒产而有恒心者为是未能，若明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避挟持无不畏，以及陷于罪，然后从而行之，是网民也。焉有人人在为网民而可畏也？是故明君治民之产，必使养足以事父母，抚足以处妻子，乐岁终身法凶年免于死亡，然后屈而知善，故民之从之也。亲今也治民之产，养不足以事父母，抚不足以处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为救死而恐不善惜侠治礼义灾。王欲行之，则何反其本？以五母之宅树之以丧五十者，可以衣帛以鸡豚狗彘之处无失其食。七十者，可以食肉以百亩之田物夺其十八口之家，可以无饥以锦祥序之教生之以孝悌之。一般白者不复待于道路，以老者衣帛食肉黎明不饥不寒，然而不亡者谓之有也。梁惠王下，梁惠王下。庄报见孟子曰：报见于王。王与报以好乐，报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其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常与庄子以好乐有诸？王便呼色曰：寡人非能好先忘之乐也，只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其数几乎今之乐有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臣。请为王言乐。今王古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乐之音，举及手促恶而相告。曰：吾望之好古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毛之美举，及手促恶而相告。曰：吾望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乐之音，举心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望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
今王田猎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英健与毛之美，举心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望树积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望矣。”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右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渔船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有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右方四十里，民有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右方七十里，除饶者往焉，至兔者往焉，与民痛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使至于晋，问国之大晋，然后赶入城，闻交关之内有右方四十里。 PG 五。杀其迷路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未仅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为人者，未能以大事小事故。汤氏革文王氏坤以为智者，未能以小事大故。太王氏勋欲勾践事无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为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为天者保其国。诗云：为天之威，于时保之王。曰：大哉言！以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吾好小勇。夫甫见疾事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贺思路远枕其旅，以恶卒举，以堵周户，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为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唯我在天下，何敢有越绝志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耻知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名为恐王之不好勇也。齐宣王见孟子与雪公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以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亡者，谓之有也。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覆朝尊海而南放于狼邪，吾贺休而可以比于先望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是诸侯曰：寻兽。寻兽者，寻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戍职。戍职者，戍所职也。无非是者，春审耕而补不足，秋审敛而助不给。夏宴曰：无望不由，无何以休？无望不欲，无何以助？亦由以欲为诸侯度今也，不然施行。而粮食饥者服食，老者服席，倦倦虚谗民乃作特邦，并鲁民饮食若流流连。荒王为诸侯忧从留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受无厌谓之荒，乐久无厌谓之王，先忘无流连之乐。荒王之行为君所行也。仅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使心发补不足。赵太师曰：为我作君丞相，说之乐盖真招脚招事也。其师曰：处君何由？处君者好君也。齐宣王问曰：人皆为我毁名堂，毁诸以乎？孟子对曰：夫名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以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习者闻王之治其也，耕者久衣，事者事禄，官事饥而不争，则粮无尽，罪人不奴。
老而无妻曰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弊。PG 六，先思四者施云葛以富人哀此穷独，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贺谓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或对曰习者公牛好，或施于乃鸡乃仓乃果猴粮鱼驼鱼囊丝及用光公使丝张干戈七阳远方其行故居者有鸡仓行者有果囊也，然后可以远方其行。王如好，或与百姓痛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习者太旺好色。爱绝非师云古公旦复来朝走马绿溪水虎至于其下原及将女欲来须与当世时也内无怨女外无况夫王如好色与百姓痛之于王何有？孟子谓其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处有者比其反也则动累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事师不能治事则如之何？王曰以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见其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未有乔木之位也有事臣之位也王无清臣以习者所敬今日不知其王也。王曰吾何以食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敬贤如不得以将使卑于尊于妻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其宣王问曰汤放节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是其君可乎曰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文诸一夫纣以为文是君也孟子谓其宣王曰畏惧事则必使公师求大牧公师的大牧则忘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将人浊而小之则忘怒以为不胜其任以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孤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仆欲于此虽万亿必使欲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孤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育人雕琢欲哉其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为寡人勿取或为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将取之何如梦子对曰取之而燕明月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明不月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丹四湖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必水火也如水亦生如火亦热亦运而已矣其人 PG 七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氏也未闻以千里为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革使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越南面而征北狄越曰西魏后我名望之
若大汉之望云你也归是者不止根者不变诸其君而调其名若时与将名大月书曰昔我后后来其苏经验月其名往往而真之名以为江枕几于水火之中也丹似湖江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故为其之强也今又备的而不行人正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矛以止其重气谋于厌众治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邹与鲁后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明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即是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兄年积岁君之名老若转乎沟壑壮者散而知四方者几千人以而君之仓廪食府库充有私莫以告世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明今而后的反之也君无由焉君行人正思明清其上死其长矣滕文公问曰滕小伯也兼于其楚是其乎是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无所能及也摩以则有一焉凿思耻也助思成也与民守之孝死而民服去则是可畏也滕文公问曰其人将助薛无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袭者大王居兵敌人亲之去之其山之下居焉非则而取之不得已也苟未善后世子孙必有亡者以君子创业垂统未可继也若弗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未善而已矣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袭者大王居兵敌人亲之视之以疲弊不得免焉视之以犬马不得免焉视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其老而告之曰敌人之所欲者无土地也无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吾君我将去之去兵于梁山矣于其山之下居焉兵人曰人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是或曰是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孝死勿去君请则于思二者鲁平公将出避人臧苍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知京城于以嫁以有司为之所知感请公曰将见孟子曰何哉君所为亲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于前丧君无见焉公曰 PG 八诺勒正子入见曰君昔未不见孟可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于前丧事以不往见也曰何哉君所谓愚者前以事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谓与也贫富不同也乐正子见孟子曰客告于君君未来见也必人有臧苍者举君君是以不果来也曰行或使之止或泥之行止非人所能也无知不欲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与不欲哉公孙丑上公孙丑上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其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成其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岑曦曰
吾子与子路孰贤？曾皙促然曰：吾先子之所谓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皙弗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与于管仲？管仲的君如比其专也，行乎国政如比其久也，功烈如比其卑也，尔何曾比与于是？曰：管仲曾皙之所不畏也。而子谓我怨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其王犹反守也。曰：若是，则弟子之祸资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公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既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亦然，则文王不足法。与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坐天下归因九，以九则难辨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由运之长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夷俗流风善正，犹有存者。又有为子为仲王子比干姬子交利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不久而后失之也，耻的莫非其有也，亦名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游方百里，其事已难也。其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成事，虽有资积不如呆时。今时则亦然也。夏后殷周之盛的未有过千里者也，而其有其地以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其有其名以的不改辟，以名不改句，以行人正，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于此时者也，明之憔悴于月正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亦未食，渴者亦未饮。孔子曰：得之流行速于至游而传命，当今之十万乘之国行人正，明之月之有解道玄也。不使半古之人公必备之为此时未然。公孙丑问曰：夫子家齐之倾向的行道焉，虽有此霸王，不亦已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 PG 九。孟奔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有之养勇也，不夫饶不木桃丝以一毫错于人。若踏之于世朝，不受于贺宽伯，亦不受于万乘之君。是次万乘之君若赐贺夫无言，诸侯恶身至必反之。孟师舍之所养勇也。曰：是不胜由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谓三军者也。舍岂能未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师舍四曾子，北宫有四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师舍守曰：也。昔者曾子谓子相曰：子好勇乎？无常闻大勇于夫子以自反而不缩，虽贺宽伯无不坠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无往矣。孟师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曰：也。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也。今夫觉者屈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敢问夫子恶乎常？曰：我之言我善养无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
刚以之养而无害，则在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一与道魔是馁也是极易所生者，非一习而取之也，行有不欠。于心则馁以我故，曰告子未尝之意，以其外之也必有是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如若宋人，然宋人有敏其苗之不长而亚之者，茫茫然归谓其人曰：今日并以与助苗长，以其子趋而往事之苗，则告以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以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逾苗者也；助之长者，亚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何谓之言曰：必辞之其所避，盈辞之其所陷，挟辞之其所离，顿辞之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其必从无言矣。载我子贡善未说辞，冉牛敏子言曰：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甚矣乎？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甚矣乎？孔子曰：甚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志也，教不劝人也。人且至，夫子既甚矣乎？夫甚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敏子言曰：则具体而为敢问所安。曰：孤舍是曰：伯夷一饮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是，非其民不使至，则进乱则退。 PG 十，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至亦尽乱，亦尽一饮也。可以是则是，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无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伯夷一饮于孔子，若是般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然则有同与曰：有的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步，一杀一步，孤而得天下皆不畏也。是则同曰：敢问其所以义？曰：载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乌不知阿其所好。载我曰：以与关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有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为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其为民哉？其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叠和，海之于行僚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甚于孔子也。孟子曰：以立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人者，王王不待大汤矣。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立服人者，非心服也；立不善也。以德服人者，忠心悦而臣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师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私不服此之谓也。孟子曰：仁则容，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由恶失而居下也。如恶之末，如贵德而尊是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兼辖及事时，明其政行，虽大国必谓之以失。云：待天之谓阴，与彻比桑土筹谋有互。今此下民或敢侮与孔子？曰：为此失者，其之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兼辖及是时，欢乐待敖氏，自求或也，或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以事禅而不争，法而不禅，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葬于其室，以观机而不争，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以耕者住而不睡，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以禅无夫礼之步，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忙，以性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养之若父母，以律其子弟恭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继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立也，然而不亡者位只有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忘有不忍人之心思，有不忍人之正义，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正，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如子将入于井，皆有触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 PG 十一。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欲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身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由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之，皆括而充之，以若火之使燃，泉之使打，狗能充之足以饱四海，狗不充之不足以侍父母。孟子曰：“使人岂不仁于韩人哉？使人唯恐不伤人，韩人唯恐伤人。乌将亦然，故恕不可不慎也。”孔子曰：“礼人为美，则不处人焉的至夫人，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欲而不仁，是不至也；不仁不至，无礼无义人亦也。人义而耻为义，由公人而耻为公，使人而耻为使也。如耻之莫如为人，人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忠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与闻；善言则败大顺，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假陶于以至未必，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是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一朝官作于徒，探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官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美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以留下；会不修乌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一义而不怨，恶穷而不敏固。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涕裸尘于我侧耳，焉能美我哉？不由由然与之邪而不自失焉？缘而止之，而止缘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矣。”孟子曰：“伯夷爱留下，惠不恭；爱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公孙丑下，公孙丑下。”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臣，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已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
如人何也故曰欲民不以封疆之界故国不以山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力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PG 十二知至轻气盼之多助知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轻气之所盼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将朝亡亡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讽朝将是朝不时可使寡人的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民。日出钓于东郭氏公孙丑曰习者此以病今日钓或者不可乎曰习者即今日月如之何不钓王使人问及一来。孟仲子对曰习者有亡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月屈造于朝我不时能至否乎使庶人要于路曰请避。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知景丑事素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知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事何言也其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其以仁义未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臣于王前故其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赵无莫君命赵不思驾故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以与夫礼若不相似然曰其谓是与臣子曰敬除之。父不可及也彼以其父我以无人彼以其绝我以无义无贺欠乎哉夫岂不义而臣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绝以耻以德以朝廷莫如绝乡党莫如耻俯视长民莫如得恶的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谓之君必有所不照之臣欲有谋焉则就知其尊得乐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位也故汤之于一饮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的丑得其莫能相上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畏管仲者乎陈真问曰前日于齐王会兼经一百而不受于宋会七十亿而受于薛会五十亿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易于此以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与将有远行行者必以敬辞曰愧敬与何谓不受当在薛也与有戒心辞曰闻戒故谓宾愧之与何谓不受若于其则谓有处也无处而愧之事或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获取乎孟子之平路为其大夫曰子之持己之事一日而三失五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五也亦多以凶年积岁子之名老雷转于沟壑壮者散而知四方者几千人以曰此非巨星之所得谓也曰今有 PG 十三受人之牛羊而谓之牧之者则必谓之求牧与除以求牧与除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亦亦利而视其死与曰此则惧心之罪也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兜者臣之五人焉知其罪者为恐惧心为王宋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孟子谓池蛙曰：“子之辞灵而请示师四也，谓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以未可以言语，池蛙见于王而不用智，未成而去。其人曰：所以谓池蛙，则善矣；所以自谓，则无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责。”去有言则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则也，则无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欲哉？孟子谓亲于其出钓鱼。滕王使盖大夫王欢为辅行王欢朝暮见反其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公孙丑曰：其亲之位不未小以其滕之路不未尽以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曰：夫既获智之以何言哉？孟子自其葬于鲁，反于其止于营充于请曰：前日不知于之不孝，始于敦将士言于不敢请，今愿妾有请也。目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果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职位官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乐；无才不可以为乐，得之为有才，古之人皆用之，无赫谓独不然？且彼化者无使土亲夫于人心，独无孝乎？无闻之君子不以天下简其亲，甚同以其思。问曰：晏可伐与？孟子曰：可。子怪不得与人晏，子之不得受晏与子怪，有事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路绝夫事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其人伐晏或问曰：劝其伐晏有诸？曰：未也。审同问晏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立，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晏伐晏，何谓劝之哉？晏人叛王曰：吾甚惭于孟子。臣假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熟人，且至王曰：恶事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兼因管叔以因叛之而使之事不仁也，不知而使之事不智也。人至周公谓之敬也，而况于王乎？假请见而解之。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兼因管叔以因叛也有诸？曰：然。曰：周公知其将叛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 PG 十四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时，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其徒顺之，又从谓之辞。孟子至渭城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的是同神朝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时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而故所愿也。他日王谓使子曰：我欲中国而受孟子侍养，弟子以万中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惊视，子何谓我言之？使子因臣子而以告孟子，臣子以使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使子恶之，其不可也。如使以欲父辞十万而受万事，未欲父乎？季孙曰：亦哉。子书以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亲人，亦孰不欲父？
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司农断焉，古之为是也，以其所有益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而有见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往事利人皆以为见，故从而争之争伤，自此见丈夫始矣。孟子去其宿于昼，有欲为王流行者坐而言不应，以己而卧客不悦，曰弟子其宿而后感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感见以曰坐我名与子席者鲁谋公无人乎，子思之策则不能安，子思谢柳生祥无人乎，谋公之策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孟子去其隐士与人曰，不食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食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则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如至也，是则资不越高。子以告曰，夫隐士恶之与哉，千里而见王是与所欲也不欲，故去起与所欲哉，与不得已也，与三宿而出昼，与与心有以为宿王，数积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与夫出昼而王不与追也，与然后浩然有归至与，虽然岂舍王哉，王犹足用，未善王如用与，则岂图其名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与，日望之与，其若是小丈夫，然哉见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性性，然见于其念去，则穷日之力而后速哉。以是闻之曰，是臣小人也。孟子去其冲于路，问曰，夫子若不欲色，然前日于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由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士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以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事设我其谁也，无何谓不欲哉。孟子去其居修公孙丑，问曰，是而不受入古之道乎？曰，非也，于崇无的见王退而有去至，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 PG 十五有失命不可以请酒于其非我至也。滕文公上，滕文公上，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宜无言乎？夫道义而已，以臣见为其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无何谓彼哉。言曰，曰舜何人也，与何人也，有谓者亦若是。公名夷，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其妻我哉，今腾绝长不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要不明劝绝，即不抽。腾定公薨，世子未然有曰，习者孟子常与我言于宋，于心中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不无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然有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故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以诸侯之礼，无谓之学也。虽然无常闻之，以三年之丧斋，书之服瞻周之十字，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然有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至曰，丧既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未然有，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持马事见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
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谓我问孟子，然有父之邹问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轰听于冢宰，辍周面身莫及位而呼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以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掩饰在世子，然有反命。世子曰然，是臣在我五岳居如未有命，借百官族人可谓曰之极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凄，哭泣之哀调者大悦。滕文公问魏国孟子曰宁是不可缓也。诗云昼耳于毛枭而所逃及其成屋，其始播百谷，名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屁挟持无不畏，以及现乎罪然。后从而行之是网民也。焉有人人在为网民而可畏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志扬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人不富，以下后世五十而共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五而彻，其十皆十亿也。彻者彻也，助者及也。龙子曰智的莫善于助，莫不善于共，共者教数岁之中以为长乐，遂立米郎，利多取之而不为月，则寡取之凶，年奋其田而不 PG 十六足，则必取银烟为民父母，使民细细然江中，遂情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待而一之，使老至转呼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是路腾故行之，以诗云与我公田，遂及我思为助，未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易助也，设未详续学孝以教之，祥者养也，孝者教也，序者设也。下曰孝，因曰序，周曰祥，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名人伦也。人伦名于上，小明清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谓王者师也。师云周虽旧邦，其命为新文王之位也。子立行之意，以新子之国使必战。问景的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人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免之。夫人政必自经戒，使经戒不正景的不君乎？路不平事故暴君污，利必慢其经戒。经戒既正分田制，路可作而定也。夫腾壤的贬小将谓君子焉，将谓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酒一而助国中，食一食自父亲以下，必有归田。归田五十亩，渔夫二十五亩，死喜无出乡，乡田同景出入乡，有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礼而景。景九百亩，其中为公田百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必然后感至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弗论则之，则在君与子矣。又谓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腾种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人政，愿受一禅而未忙。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依贺捆聚之，习以为食。臣良之徒丞相与其弟心腹累四而自送之。腾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忙。丞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丞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腾君则成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庸孙而至今也。腾有仓廪府库，则是利民而以自养也。恶的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
呼曰然，许子必之不而后依；呼曰否，许子依贺；许子观，呼曰观曰息；观曰观，素曰自知之与；曰否，以素意之曰许。子息未不自知曰害于根曰许子以斧赠篡以铁根呼曰然自谓之以曰否以素易之以素易泄气者不为立陶也陶也亦以泄气易素者其为立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也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谓纷纷然与百公交亦何许子之不但凡曰百公之事故不可耕且未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未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公之所为被如必自卫而后用之事虑天下而戮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 PG 十七人至于人者食人至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凡植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体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顺而夫至焉顺使一掌火一烈山泽而焚之禽受陶逆与书九合月季落而著诸海绝汝汉徘徊四而著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时也当世时也与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根的呼后继教民驾色数亦五谷五谷熟而名人欲人之有道也宝石宣一一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气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义之使自得之幼从而正得之圣人之幽冥如此而侠根乎尧以不得顺位己忧顺以不得与高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义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才为之会教人以善为之中为天下的人者为之人是故以天下与人义为天下的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为天为大为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民焉君哉顺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其魔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根而无闻用下便宜者未闻便于宜者也陈梁楚产也越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获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士之术十年失死而遂被之袭者孔子每三年之外门人至任将归入衣与子贡相向而呼皆失身然后归子贡反注释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下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示孔子视之强层子层子曰不可将汉以浊知秋阳以报之浩浩乎不可上以今也难蛮绝舌之人非先望之道子被子之师而学之意义于曾子以无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宋曰戎狄是因经书是陈周公方且因之子是之学亦未不善便以从许子之道则是假故二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同是是莫之或七不薄长短同则假相若马履思绪轻众同则假相若五谷多寡同则假相若巨大小同则相假若曰夫物之不其物之情也或相背喜或相识百或相
千万子秉而痛之，是乱天下也。句句小句同古人，其谓之哉？从许子之道相虑而未违者也，恶能治国家。末者，疑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故愿见今无上并并悦我，且往见疑子不来。他日又求见孟子，孟子曰：吾今 PG18则可以见以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无闻。以子莫者，莫之至丧也，以薄为其道也。以子思以益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以子葬其亲后，则是以所见是亲也。徐子以告以子，以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世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师由亲时。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以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未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耳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以子二本故也。盖上世常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鹤。他日过之狐狸，食之淫锐，孤作之其嗓。有子逆而不是夫子，也非为人子。忠心达于面目，盖归反雷似而掩之。掩之成事也，则孝子人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以徐子以告以子，以子吾然未坚曰：命之矣。滕文公下，滕文公下。臣代曰：不见诸侯一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至曰：往耻而直寻一若可畏也。孟子曰：习其景公田昭于人以今不至江沙之志，是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西取焉，取非其昭不往也。如不待其昭而往何哉？且夫往耻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往；寻直耻而利亦可畏。与习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必西城终日而不获一秦，必西反命曰：天下之建功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父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秦，必西反命曰：天下知良公也。简子曰：我使长与女臣为王，良良不可。曰：吾谓之犯我持屈，终日不获一谓之毁誉，一朝而获十失云。不失其持舍，使如破我不惯与小人臣请辞欲者，且修与舍者，彼彼而得禽兽，虽若灵福位也，如往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以往己者，未有能执人者也。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成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俱安居而天下。习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谓学礼乎？丈夫之官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为夫子以顺为正者，切父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为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周萧问曰：古之君子是乎？孟子曰：是。 PG19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野；出江必宰执公民。夷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钓；三月无君，则钓不以及乎？曰：是。知师谓也，由诸侯之师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资圣，夫人蚕骚以为衣服，牺牲不成资圣，不鞋衣服不备布。敢以计为事，无田则亦不计生，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计，则不敢以宴亦不足钓乎？出江必宰执何也？曰：是之。
是也由农夫之耕也，农夫岂未出将舍其累四哉？曰晋国亦是国也，未尝闻是如此，其疾是如此，其疾也。君子之难是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事，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细相窥于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见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事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太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授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太子，亦为太乎？曰：否，是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公义，是以献补不足，则农有余，素女有余，不子如通之，则子将闻于皆的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首先望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的食于子，子何尊子将闻于而亲为仁义者哉？曰：子将闻于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曰：子何以其志未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以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化慢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其处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曰：汤居伯与革为邻，革伯放而不肆。汤使人问之曰：何谓不肆？曰：吾以公牺牲也。汤使一只牛羊革，伯食之，又不以饲。汤又使人问之曰：何谓不饲？曰：吾以公资甚也。汤使伯仲往谓之耕老，若愧食革，伯虑其民药，其有九十属道者夺之，不受者杀之。有童子以属肉想杀而夺之，书曰：革伯仇想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争知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夫复仇也。汤使争自革载十一争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争西夷，越南面而争北狄。愿曰：西魏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汉之望与也。归世者服止云者不变，诸其君调其民如石，与将名大月。书曰：昔我后后来其无法有忧，不为臣东征随绝世女匪绝玄皇少我周王建修为臣父于大一周其君子时 PG 二十。玄皇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丹四胡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以太氏曰：我武为阳清于之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于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手而望之，欲以为君。其楚虽大，何谓焉？孟子谓代不甚。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民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其语也，则使其人复诸使楚人复诸。曰：使其人复之。曰：以其人复之众，楚人修之，虽日踏而求其其也不可得，以隐而至之。庄月之间数年，虽日踏而求其楚亦不可得，以子谓薛居周善事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周也，王谁以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周也，王谁与未善亦薛居周独如宋王和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异梦？
子曰：古者不畏臣不见断干木于原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纳士皆以圣破思可以见以阳或欲见孔子而恶无李大夫有次于是不得受于其家得往拜其门阳或看孔子之王也而愧孔子真屯孔子亦看其王也而往拜之当世时阳或先起的不见曾子曰邪兼产笑病于下其子路曰胃痛而言观其色乃乃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知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待迎之曰时一去观世之真经资未能请亲之以待来年然后以如何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机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机以待来年然后以如知其非一思素已矣。何待来年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便敢问何也孟子曰与其好便哉与不得已也天下之深久以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名模所定下者为朝上者为盈枯书曰降水井于降水者洪水也是禹治之禹决的而筑之海曲蛇龙而放之租水游地中行江淮河汉室也贤祖纪元鸟兽之害人者萧然后人的平土而居之尧舜纪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公事以为乌池名模所安息弃田以为原又使民不得衣食鞋说暴行又作原又乌池配则多而禽兽至极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向武王诛纣伐衍三年讨其君屈非连于海鱼而陆之列国者五十驱虎豹西向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披险灾文王魔披尘灾武王列又起我后人贤矣正无缺事衰道为邪说暴行有作臣是其君者有之子是其父者有之孔子具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 PG 二十一子曰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自处事恒抑扬诸莫宅之言迎天下天下之言不归阳则归莫阳是为我是无君也莫世间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民宜曰跑有肥肉就有肥马名有饥色也有恶福此律受而食人也阳莫之道不待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污名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律受食人人将相食无为此具贤先圣之道具阳莫放淫词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义无言以习者与义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以敌驱猛兽而百姓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巨师云戎狄是因经书是臣则莫我敢臣无父无君是周公所因也我亦欲正人心习邪说具跛行放淫词以成三圣者其好便哉与不得已也能言具阳莫者圣人之徒也匡章曰臣仲子岂不成连氏哉居于林三日不食耳无文物无见也井上有李曹食食者过半以匍匐往江食之三宴然后耳有文物有见孟子曰于其国之事无必矣仲子未惧过焉虽然仲子恶能连冲仲子之操则隐而后可者也夫隐上食稿攘下隐黄泉仲子所居之事伯夷
之所住与意义道直之所住与所食之素薄夷之所述与意义道直之所述与是未可知也曰是何伤哉彼身之具七譬如以一之也曰仲子其之世家也兄代盖禄万中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事为不义之事而不居也必兄离母处于鱼鳞他日归则有愧其兄身者几平促曰恶用是义义者未哉他日其母杀事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义义之肉也出而往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事则弗居以鱼鳞则居知是尚未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饮而后充其操者也离楼上离楼上孟子曰离楼之名公叔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况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阴爻顺之道不以人正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人心人闻而名不备其则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望之道也不曰徒善不足以为正徒法故能以自行师云不迁不忘虑由旧张尊先望之法而过者谓之有也圣人既节目立焉既之以规矩准神以为方 PG 22原平直不可慎用也季节而立焉季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慎用也季节心死焉季之以不忍人之正而人负天下以故曰位高必因临位下必因穿则为正故因先望之道可谓至乎是以为人者宜在高位不忍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魁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公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行国之所存者信也故曰臣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也不辟货财不惧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心丧无日以失曰天之方绝无然谢谢谢谢由踏踏也是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望之道者由踏踏也故曰则难于君谓之功成善必邪谓之进无君不能谓之贼孟子曰规矩方圆之治也圣人人伦之治也欲谓君进君道欲谓臣进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以不以舜之所以是尧是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人与不仁而已以报其民甚则身是国王不甚则身为国消民之曰忧利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失与因见不远在夏后之事此之谓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人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心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经饿死亡而乐不仁事由恶罪而强久孟子曰爱人不侵反其人治人不治反其治理人不踏反其进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师云有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士巨士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不配然得教义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亦大德，小贤亦大贤，天下无道，小亦大弱，亦强思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其。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觉悟也。替出而与于无今也。小国失大国而始受命焉，是由弟子而始受命于先。师也如此之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以师云：商之孙子，其力不一，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弥长，因是夫敏冠将于今。孔子曰：人不可谓众也，夫国君好人，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人，是由执热而不以浊也。师云：谁能执热是不以浊？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为而立其资。 PG 23。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贺王国败家之友有如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浊我，因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浊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亲思浊因浊思浊足以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名也。失其名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名思；得天下以得其名有道，得其心思得名以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俱之所恶，勿失耳也。名之归人也，有水之就下，受之走旷也。故谓渊屈于者塔也，谓从屈绝者瞻也，谓汤武屈名者皆宇宙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人者，则诸侯皆谓之屈矣。虽欲无王不可得，以今之欲王者，由七年之病求三年之爱也。苟谓不处终身不得，苟不至于人，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书载虚极逆此之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谓也。言非礼，亦谓之自暴也。无身不能居人犹，亦谓之自弃也。人人之安宅也，一人之正路也。况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曰：道在耳而求诸远，事在意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曰：居下位而不惑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惑于上有道，不信于有；福惑于上以信于有。有道是亲，福越福信于有以越亲。有道反身不成，不越于亲以成身。有道不明，忽善不成其身以事故成者，天之道也；思成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谓之有也；不成谓有能动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文文王作兴曰：何归乎来？吾闻昔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文文王作兴曰：何归乎来？吾闻昔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燕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曰：求也未济，是改无能改于其德而复速备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名古而公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父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谓之强战争的以战杀人赢也，真诚以战杀人
淫臣此所谓绿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行，连诸侯者赐之，辟草来任土地者赐之。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料焉，胸中不正则眸子昧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 PG 二十四。搜哉。孟子曰，公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唯恐不顺焉，恶的为公俭，公俭其可以身因孝报未哉。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扫逆则圆之以首乎？曰，扫逆不圆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扫逆圆之以首者权也。曰，今天下逆以夫子之不圆何也？曰，天下逆圆之以道，扫逆圆之以首，子欲守圆天下乎？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事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以以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宜也，父子相宜则恶矣。古者一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择善，则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孟子曰，事孰谓大？事亲谓大，守孰谓大？守身谓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无闻之以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无谓之闻也。孰不谓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谓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王以将以复敬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是亲若曾子者可也。孟子曰，人不足与事也，政不足与奸也，为大人未能革君心之非君，人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以正君而国定矣。孟子曰，有不逾之欲，有求全之悔。孟子曰，人之义其言也，无则耳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乐正子从于子敖之，其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曰，先生何谓出此言也？曰，子来几日矣？曰，习者。曰，习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管未定。曰，子闻之也。舍管定，然后求见长者乎？曰，客有罪。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不辍也，我不亦子学古之道而以不辍也。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顺，不告而取位，无后也，君子以为有告也。孟子曰，人之食是亲是也，义之食从兄是也，智之食之思二者弗去是也，礼之食节文思二者是也，乐之食乐思二者乐则生，以生则恶可以也，恶可以则不知足之导之守之无之。孟子曰，天下大怨而将归己，是天下怨而归己，有草芥也为顺，未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顺，尽是亲之道而古叟抵御，古叟抵御而天下化，古叟抵御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离楼下。 PG 二十五。离楼下。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父下，卒于明，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齐州，卒于毕，隐西夷之人也。的之相去也，迁有
与李氏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至行乎中国，若何符节先生后胜其魁意也。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胜于晋人。于秦伟孟子曰：“会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屠杠城，十二月于梁城名卫并设野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的人。人而既知故为政者，每人而月之日亦不足矣。孟子告其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父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王曰：“礼位救君有福，何如斯？可谓福矣。”曰：“践行。”言听高则下，于民有故而去，则使人导之。出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返，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谓之福矣。今也未成见，则不行；言则不听，高则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伯直之又及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福之有？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息。”孟子曰：“君人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畏。”孟子曰：“忠也养不忠，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忠也弃不忠，才也弃不才，则贤不孝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孟子曰：“人有故谓也，而后可以有谓。”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无后患何？”孟子曰：“仲尼不谓以圣者。”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为义所在。”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为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曰：“君子生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生，资之生则取之左右，逢其缘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曰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谓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兴服而亡者谓之有也。”孟子曰：“言无时不祥，不祥之时必贤者当之。”荀子曰：“仲尼即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源泉滚滚不舍，昼夜盈窠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而苟未无本。七八月之间，与及沟快皆盈，其何也？可立而呆也，不生闻过秦君子耻之。”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PG 二十六。己昔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顺民于庶，勿察于人伦，由人亦行，非行人亦也。孟子曰：“与恶止久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世民如商望道而谓之，见武王不懈而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失四世，其有不和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曰：“王者之既习而失王，失王然后春秋，坐晋之臣，楚之陶，物鲁之春秋矣。也其事则其环境，闻其文则使。”孔子曰：“其义则窃取之矣。”孟子曰：“君子之则武士而斩，小人之则武士而斩。”与未得谓孔子徒也，与斯书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商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商会，可以死，可以无死；死商有。冯蒙学射于易尽易之道，思天下为义，为悦己，于是杀义。孟子曰：是义，义有罪焉。公民疑曰：愚若无罪焉。曰：薄乎云尔，恶的无罪。正人使子卓如子亲卫尉使与公之私追之。子卓如子曰：今日我即坐，不可以直。公无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与公之私也。曰：无生矣。其仆曰：与公之私谓之善射者也。夫子曰：无生何谓也？曰：与公之私学射于引公之他，引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引公之他端人也，其取有弊端矣。与公之私至。曰：夫子何谓不执公？曰：今日我即坐，不可以执公。曰：小人学射于引公之他，引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使寇伦去其今八成使而后返。孟子曰：昔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孟子曰：天下之言信也，则固而已，以固者以立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早也，如智者若与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以与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智可作而至也。公行子有子之丧，幼师往吊入门有敬而与幼师言者有救，幼师之位而与幼师言者。孟子不与幼师言，幼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欢言，孟子独不与欢言。是简欢也。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立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亦乎？孟子曰：君子所以义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仁者人常敬之。有人于此其呆，我以恨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以至哉？其自反而仁。 PG 27。以自反而有礼，以其恨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以其恨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忘仁也矣。以如此，则与禽兽奚则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顺人也。我一人也顺，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犹未免，未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顺而已。以若服君子所患，则王以非人无畏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与季当平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言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言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与季言为同道，与思天下有逆者有己逆之也，既思天下有机者有己机之也。是以如是其己也。与季言子异地，则皆然。今有同事之人斗者救之，虽被法因官而救之可也；相邻有斗者被法因官而往救之，则祸也，虽必护可也。公兜子曰：匡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由幼，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不堕其嗣之，不顾父母之养亦不孝也。
伯亦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或才思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禄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为父母五不孝也，张子有益于是乎夫张子子父则善而不相遇也，则善朋友之道也，父子则善贼恩之大者，夫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未得罪于父不得进出妻贫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张子已矣。曾子居五城有月寇，或曰寇至何去，诸曰无欲人于我是毁伤其心，勿寇退，则曰修我强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呆先生如此其中，且进也寇至，则先去以为名望，寇退则反待于不可。省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习省油有复除之，或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子思居于未有其寇，或曰寇至何去，诸子思曰如即去，君谁与守？孟子曰臣子，子思同道，臣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为也臣子，子思义弟则皆然。楚子曰王使人贤，夫子果有以义于人乎？孟子曰何以义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其人有义欺一切而处是者，其良人出则必厌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欲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厌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贤者来。吾将贤良人之所知也，早起师从良人之所知，辩国中无与立谈。 PG 二十八者促之东郭藩间之计者，起其余不足，又故而知他此其为厌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生也，今若此与其妾善其良人而相弃于中庭，而良人未知之也，师师从外来教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修也而不相弃者，积息矣。万章上，万章上。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好气于明天，何谓其好气也？孟子曰：怨恶也。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曰：常习问于功名高。曰：舜往于田则无计得闻，命以好气于明天，于父母则无不知也。功名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功名高以孝子之心未不，若是假我竭力耕田共为子侄而已，以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地使妻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顺于犬母之中，天下之事多救之者，必将须天下而迁之焉，未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我所归，天下之事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弟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父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为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之好色，则慕少爱有妻子，则慕妻子事，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衷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与于大顺见之矣。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性思言也，一莫如顺顺之不告
而取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取男女居士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对父母事以不告也。万章曰：顺之。不告而取，则无忌得闻命以地之妻顺而不告何也？曰：地亦之告焉，则不得妻也。万章曰：父母使顺晚领捐皆不守分领使俊锦出从而掩之。相曰：摩盖都君贤我鸡牛羊父母仓领父母干戈正秦正底正二嫂使至正妻相往入顺公顺在床秦相曰：玉桃思君而扭泥顺曰：为资成数辱其余女至不识顺不知相之将杀己与曰息而不知也。相忧亦忧相喜亦喜曰：然则顺为喜者与曰否喜者有愧身于于正子产子产时孝人处之持孝人烹之反命曰：使舍之与与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是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孝人出曰：孰谓子产至与既烹而食之曰 PG29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邦难往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为焉。万章问曰：向日以杀顺为势力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顺流共工于幽州放欢都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围及滚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诸不仁也。向至不仁封之有必有必之人悉罪焉人人故如是乎哉？他人则诛之在地则封之曰人人之于地也不藏怒焉不诉怨焉亲爱之而已以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必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地位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相不得有位于其国天子时使至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起的报彼民灾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共以正皆于有必此之谓也贤蒙问曰与云圣德之事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顺南面而立尧率诸侯北面而朝之古叟亦北面而朝之顺见古叟其荣有促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待哉岌岌乎不识此与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其东也人之与也尧老而顺社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存落百姓如丧考比三年四海恶密八因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顺继位天子以右率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事二天子以贤蒙曰顺之不成尧则无既得闻命以师云普天之下莫非妄土律土之兵莫非妄臣而顺继位天子以敢问古叟之非臣如何曰是师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室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室我独贤劳也故说师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至以义逆至是未得之如以辞而已以云汉之师曰周于黎民弥有节宜信思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师曰有言孝思孝思为则此之谓也书曰指宰见古叟睽睽斋立古叟亦允若是为父不得儿子也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
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真，真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形与事，事之而已矣。曰以形与事，事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见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见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见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习者尧见舜于天，而天受之报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矣。 PG 三十。行与事，事之而已矣。曰敢问见之于天，而天受之报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至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襄尧二十有八改，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公三年之丧，必舜必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知尧之子而知舜，宋誉者不知尧之子而知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见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是曰天是自我名，是天听自我名，听此之谓也。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与而得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习者舜见与于天，时有七年，舜封三年之丧，必与必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与见义于天七年，与崩三年之丧，必义必与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宋誉者不知义而知其，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义而讴歌其，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孝舜之子，亦不孝舜之襄尧，与之相舜也。历年多失则于民久，其贤能尽臣祭与之道，亦之相与也。历年少失则于民未久，舜与亦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智而智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得必若舜与而又有天子，见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既是而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亦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襄汤以亡于天下。汤封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人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同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缢于同处，人迁邑三年，以听伊尹之训，以也复归于亳州公之不有天下，由邑之于下，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于禅夏后，殷周记其义义也。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歌烹药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生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服，故也；戏马千驷服饰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必聘之，萧萧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必未哉？我岂若畜犬母之中游，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十往聘之际而幡然改曰与我畜犬母之中游，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 PG 三十一。
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与天明知先觉者也，与将以思道觉思明也。非与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明。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责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众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无畏。文往己而正人者也，况汝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结其身而已，以无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惠文以歌烹也。依序曰：天诛造公自穆公，正宰自伯。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魏主庸居于齐，主事人及还有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谓之也。于魏主言仇由糜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糜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未亲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庸居与世人及桓氏无义无命也。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为俘而过宋氏时，孔子当恶主司臣真子谓成侯。周成吴文官近臣以其所为主，官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庸居与世人及，桓何以为孔子？万章问曰：或曰百。李希自欲于秦养生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药秦谋攻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谓之也。百李希于人也，敬人矣。垂棘之弊与屈产之臣假道于鱼以伐国公之其见，百里奚不见之，于公之不可见而去之。秦年以七十以曾不知以石牛干秦谋公之为乌也，可谓至乎不可见而不见，可谓不至乎之。于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至也。时举于秦之谋攻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至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知乎？自欲以成其君相党，自好者不畏而畏贤者谓之乎？万章下。万章下。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是，非其民不使至，则进乱则退，恒正之所出，恒明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官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连懦夫有力志一隐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志亦尽乱亦尽曰：天之生思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与天明之先觉者也。与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责者，如己推而内之沟中，其 PG 32自任以天下之众也。柳下惠不修乌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一义而不怨，恶穷而不敏，与乡人处犹犹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涕裸尘于我侧耳，焉能美我哉？不闻柳下惠之风者，彼夫宽薄夫敦孔子之去，其皆息而行去。鲁曰：迟迟无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事而事，孔子也。孟子曰：伯夷甚之亲者也，伊尹甚之任者也，柳下惠甚之和者也，孔子甚之识者也。孔子之谓及大臣，及大臣也者今生而欲正之也，今生也者使条理也，欲正之也者中条理也，使条理者治之事也，中条理者慎之事也，治辟
则巧也甚辟，则利也游射于百步之外，也其志而立也，其中非而立也。北宫疑问曰：周氏翻绝路也，如之何谋？子曰：其降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疾然而科也，常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治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父于诸侯曰：父庸，天子之亲受的是侯大夫，受的是伯远，是受的是子男。大伯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被上十，上士被中士，中士被下士，下是与庶人在官者同路，路足以待其根也。四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被上士，上士被中士，中士被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路，路足以待其根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被上士，上是被中士，中士被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路，路足以待其根也。根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十九人，上次十八人，中十七人，中次十六人，下十五人。庶人在官者其路已是未差。万章问曰：敢问有？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有也者，有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献子百臣之家也，有有五人焉乐振求物重其三人则允望之，以献子之与此五人者有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有，以非为百臣之家未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废惠公曰：吾与子思则失之以吾与言班则有之以王顺常袭则是我者也，非为小国之君未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于害唐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未尝。 PG 33不保盖不敢不保也，然终于此而已。以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是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顺上见地，地管身于二世，亦享顺别为宾主事天子而有匹夫也。用下敬上位之贵，贵用上敬下位之尊贤，贵贵尊贤其意义也。万章曰：敢问交际何心也？孟子曰：公也。曰：却之，却之为不公何哉？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亦乎？不亦乎？而后受之以是谓不公，故弗却也。曰：请吾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已，他辞无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阶也。以礼思孔子，受之以万章。曰：今有遇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愧也。以礼思可受欲与？曰：不可。康告曰：杀越人于或敏不畏死，凡民往不对事，不待教而诛者也，应受下周受因所不辞也。于今未列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豫也，苟善其礼，既以思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彼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夫未非其有而取之者道也，充内至义
知敬也。孔子之事与鲁也。鲁人列教，孔子亦列教。列教犹可，而况受其赐乎？曰然，则孔子之事也非是道与？曰是道也。是道昔列教也。曰孔子先不正，既气不以四方之时功不正。曰昔不去也。曰谓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世以未尝有所终。三年焉也。孔子有见行可知事，有计可知事，有供养之事。于季桓子见行可知事也，于卫灵公计可知事也，于卫孝公供养之事也。孟子曰：是非未平也而有时乎？未平娶妻非未养也而有时乎？未养未平者，辞尊居卑，辞父居贫，辞尊居卑，辞父居贫，恶乎？疑乎？报官即唾。孔子常谓伟立以曰：会计当而已以常谓臣田以曰：牛羊茁壮长而已以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万章曰：是之不托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礼也，是之托于诸侯非礼也。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意也？曰君之愚莽也。不周之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问其不敢何也？曰报官即唾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公也。曰君馈之则受之不食可尝计乎？曰谋公之于子思也，及问及馈鼎肉子思不悦于醋也。吊食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及盖字。 PG 34是台无愧也。越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越贤乎？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思？可谓养以曰以君命将之在拜稽首而受其后领人祭素袍人祭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而及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氏之二女与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犬母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意也？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也。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职位，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万章曰庶人召之义则往义，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曰往义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谓也哉？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谋公即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有事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是之云乎？岂曰有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有也？以德则子是我者也，奚可以与我有千乘之君？求与之有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其景公田昭于人以今不至江沙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望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昭不往也。曰敢问昭于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瞻视以其大夫以今以大夫之昭。昭于人于人死不敢往以视之昭。昭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昭。昭贤人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
道犹豫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亦路也，里门也，为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事万章。曰：孔子君命召不四驾而行，然则孔子非与？曰：孔子当世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谓晚章曰：一乡之善事斯有一乡之善事，一国之善事斯有一国之善事，天下之善事斯有天下之善事，亦有天下之善事。谓魏足右上论古之人，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事也，是上有也。齐宣王问亲孟子曰：王何亲之问也？王曰：亲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亲，有异姓之亲。王曰：请问贵戚之亲。曰：君有大过则见反复之而不听，则亦谓王。勃然便乎色曰：王勿意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亲。曰：君有过则见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告子上。 PG 35。告子上。告子曰：性有柳也，亦有卑圈也，以人性为人，亦有以柳为卑圈。孟子曰：子能顺柳之性而以为卑圈乎？将枪贼柳而后以为卑圈也，如将枪贼柳而以为卑圈，则亦将枪贼人以为仁义，与虑天下之人而获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告子曰：性由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由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性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薄而月之可使过嗓机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其水之性哉？其事则然也。人之可使谓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曰：身之谓性。孟子曰：身之谓性也，由白之谓白与？曰：然。白与之白也，由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由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由牛之性，牛之性由人之性与？告子曰：食色性也，人内也非外也，意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为人内意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有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于。且谓长者亦乎？长之者亦乎？曰：无地则爱知情人之地，则不爱也。是以我谓悦者也，故谓之内常。处人之常，亦常无之常，是以常谓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曰：其情人之志无以异于其无志，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其志亦有外于。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异内也？曰：行无尽，故谓之内也。乡人常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浊，则谁先？曰：先浊。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不能踏，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未师，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思虚之敬在乡人。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
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心则名好，善忧利心则名好报。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爻为君而有象，以卜叟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为子。其王子比干金曰性善，然则比皆。 PG 36。非于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以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也，羞恶之心意也，恭敬之心理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夫思尔以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背喜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云天生真名有，物有则名之秉以好事易得。孔子曰为此师者，其之道乎？故有物必有则名之秉以也，故好事易得。孟子曰父遂子弟多赖，兄遂子弟多暴，非天之将才而疏也。其所以陷逆其心者然也。今夫谋脉播种而忧之，其弟同树之时又同伯，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属矣。虽有不同，则得有肥锹与鹿之养人，视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畏惧我之，其不畏愧也。惧之相似，天下之足痛也。口之余味有同其也，一牙先得我口之所其者也。如使口之余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和其皆从一牙之余味也。至于为天下其余一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为耳亦然。至于身天下其余失况，是天下之耳相似也，为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交也，不知子都之交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余味也，有同其焉；耳之余声也，有痛听焉；目之余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毒魔所痛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未理也，亦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故理义之悦我心，犹除患之悦我口。孟子曰牛山之牧场美矣，其交于大国也。斧金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习与鹿之所论，非无蒙业之身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矣。若彼灼灼也，人见其灼灼也，以为未尝有才焉。此其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有斧金之于木也。淡淡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习平淡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己息则其淡昼之所为有故。亡之以故之反复，则其业气不足以存；业气不足以存，则其为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其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相为心之谓与？孟子曰无祸乎王之不治也，虽有天下一身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PG 37。生者也无见一寒，以无退而寒之者至以无如有蒙焉，何哉？今夫亦之谓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一秋
通国之善义者也使一丘会二人一其一人专心致志为一丘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源公角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以为是其志弗若与曰非然也孟子曰与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于而取熊掌者也身亦我所欲也意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意者也身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身者故不畏苟的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身则烦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畏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畏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而已单食一豆根得之则生福的则死护耳而与之行道之人福受促耳而与之起人不懈也万中则不便礼义而受之万中与我贺家焉为公事之美妻妾之奉所食穷乏者得我与相为生死而不受今为公事之美味之相为生死而不受精卫妻妾之奉为之相卫生死而不受精卫所食穷乏者的我而谓之是亦不可以以乎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曰人人心也一人路也舍其路而浮游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未止之不若人也止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孟子曰拱把之同子人苟欲生之皆之所以养之者至于生而不知所以养之者请爱生不若童子哉弗思甚也孟子曰人之于生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夫不爱焉则无尺寸之夫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以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常施舍其无假养其知己则为贱常施焉养其衣止而失其兼卑而不知也则为狼藉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见之以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是为尺寸之夫哉公兜子问曰君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 PG 38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君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观不思而必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以心之观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得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曰有天觉者有人觉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觉也公卿大夫此人觉也古之人修其天觉而人觉从之今之人修其天觉以要人觉既得人觉而弃其天觉则获之胜者也忠义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尔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见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得言饱乎人意也，所以不愿人之高粱之味也，令闻广欲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闻嗅也。孟子曰：人之甚不仁也，有水之甚火，今之为人者有以一杯水就一车薪之火也，不习则谓之水不甚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曰：无谷者种之美者也，苟未不熟不如一败夫人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孟子曰：义之教人设必至于构学者亦必至于构大将会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告子夏。告子夏，任人有问乌鲁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轻盈则不得妻，不轻盈则得妻，必轻盈乎？乌鲁子不能对明日之舟以告孟子。孟子曰：于踏事也，何有不揣其本而其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层楼，今重于羽者，其谓一钩金羽，亦与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知悉，赤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知悉，赤色重往应之曰：枕胸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枕则不得食，则将枕之乎于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梦？子曰：然。交文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十宿而已，如何？则可曰：昔有于是亦未知而已，已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除，则谓无力人矣。今曰：举百军，则谓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事亦未乌获而已，以夫人其矣。不慎为患哉？夫谓尔徐行后长者谓之必及行先长者谓之不地，夫徐行者其人所不能哉？所不谓也，尧舜之道。 PG 39。孝悌而已矣，子服尧之服，颂尧之言，行尧之行，事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颂桀之言，行桀之行，事桀而已矣。曰：交的见于邹君可以假管怨流而受业于门。曰：夫道若大陆，然岂难之哉？人并不求而子归而求之，有于师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便小人之师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故哉？高叟之为师也，有人于此。曰：人关公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之也；其兄关公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妻之也。小便之怨亲亲也，亲亲人也，故以夫高叟之为师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便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乐书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讥也，乐不孝也，不可讥亦不孝也。孔子曰：顺其至孝以五十而物宋坑将之。楚孟子欲于时曰：先生将贺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欲焉。曰：科也。请吾问其详，愿闻其旨，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好则不
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越于利以霸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师乐霸而越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中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知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越于仁义而霸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师乐霸而越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立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亡者谓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居邹忌任未任处守，以必交受之而不报楚于平陆，楚子谓相以必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其不见楚子乌鲁子喜曰连的兼疑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其不见楚子谓其为相与曰非也，书曰想多疑疑不及物曰不想为不义，至于想谓其不成想也，乌鲁子越或问之，乌鲁子曰季子不得之，邹楚子得之，平陆淳于髡曰先明史者为人也，后明史者自谓也，夫子再三清之中明时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人者不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孝者活矣也，五舅汤五舅节者一饮也，不恶乌君不辞小官者留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异也，一者何也？曰人也，君子一人而已，以何必同曰 PG40。鲁谋公之时，公以子为正子，柳子思未成，鲁之萧也，资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于不用百里奚而亡秦，谋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萧，何可得于？曰昔者王报楚于齐，而何昔善欧年居楚于高唐，而其又善歌华州，良知欺善乎其夫而辩国，俗有诸内必行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坤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坤必食之。曰孔子谓鲁思寇不用从而既凡肉不至不睡眠而行不知者以为未肉也，其知者以为未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为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故不食也。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天子是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庶职春审根而补不足秋审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至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以老师贤叩客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在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夷之事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为圣回之会诸侯数身改书而不煞写出命曰诸不孝无义庶子无以妾为妻在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兵旅四命曰事无事官官事无社取士弊的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屈防无恶敌无有风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
五晋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鲁豫使圣子谓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事以战胜。其岁有难扬然且不可。圣子勃然不悦曰：此则华黎所不食也。曰：无名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卫方，百里也的非不足而减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卫方，百里也的非不足也而减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鲁子以为有王者坐，则鲁在所，损乎在所。亦乎徒取诸彼以与辞然，且仁者不畏，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勿引其君以当道至于人而已。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相道，不至于人而求富。 PG41知是富节也，我能为君曰与国宰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相道，不至于人而求谓之强战士。富节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何？道也，万世之国一人逃，则可乎？曰：不可。气不足用也。曰：夫何五谷不生，为蜀生之无成，郭公是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必伯雍帖五百官有司，故二十而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逃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亲之于尧舜之道者，大和小和也；欲众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节小节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越与与孟子曰：子过以与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与以四海为壑，今五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降水。降水者洪水也，人人之所恶也，无子过矣。孟子曰：君子不量恶乎直。鲁豫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昧。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有之虑乎？曰否。多闻实乎？曰否。然则奚为喜而不昧？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忧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倾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与计以知之。以知声音颜色聚人于千里之外，是指于千里之外则谄谄念于之人，至以与谄谄念于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臣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是。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至尽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知礼貌未衰言，服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至尽以有礼则就知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细布，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无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食饥饿于我土地五尺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孟子曰：舜发于犬母之中，父说举于板柱之间，交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是，孙叔敖举于
海百里奚举于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情服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忍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真于色发于身而后欲入则无法加福事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之身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曰教亦多数以与不懈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静心上。PG 42。静心句章上。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以存其心养其性所以是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四之所以立命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言强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故至死者非正命也。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的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德之有命是求无益于的也求在外者也。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以反身而成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人莫敬焉。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以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曰耻之于人大以未及辨之。巧者我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事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知是故王公不至敬敬礼则不得及见之见且由不得及而况得而成之乎。孟子谓宋勾践曰子好游乎无与。子游人知之亦萧萧人不知亦萧萧曰何如斯可以萧萧以曰尊得乐亦则可以萧萧以故事穷不失亦达不离。道穷不失亦故事得己焉达不离道不明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则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曰呆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有心。孟子曰父之以寒卫之家如其自是坦然则过人远矣。孟子曰以义道使民虽劳不愿以身道杀民虽死不愿杀者。孟子曰霸者之名欢愉如也王者之名浩浩如也杀之而不愿立之而不庸明日千善而不知畏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其曰小不知哉。孟子曰人言不如人身之入人身也善正不如善教之得名也善正名谓之。善教名爱之善正的名才善教得名心。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知同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人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曰舜之居身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石由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及希及其文一善言见一善行若绝将何佩然莫之能欲也。孟子曰吾为其所不为吾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孟子曰人之有德会数之者恒存孤称及独孤成。PG 43
孽子其操心也为其虑患也生故答。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事君，则为荣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位悦者也；有天明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任者正己而务政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亡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养不愧于天福不作于人；二乐也，得天下因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亡天下，不与存焉。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终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幸不存焉；君子所幸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幸仁义礼智根于心，其声色也醉然见于面，盎于背，失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曰：伯夷辟昼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何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昼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何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人人以为己归矣。吾母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以五母鸡二母至无失其食，老者足以无失肉；以百母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以所谓西伯善养老者，至其田里教之，树处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食非帛不宣妻，食非肉不饱不宣，不饱谓之动馁，文王之民无动馁之老者，此之谓也。孟子曰：益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食富也；食之以食用之以理财，不可慎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物扣人之门，故求水火无福与者，至足以圣人治天下。时有疏速如水火，疏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不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树，必观其蓝；日月有明，荣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至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曰：鸡鸣而起滋滋，为善者顺之徒也；鸡鸣而起滋滋，为利者直之徒也。欲知顺与直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曰：养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谓之子莫执中，执中未尽之执中无权，由执义也；所恶执义者，谓其贼道也；举义而废百也。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谓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其为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一其戒。孟子曰：有位者譬若绝井，绝井九仞而不及泉涌。PG 44。谓弃井也。孟子曰：尧舜姓之也，汤武申之也，五霸甲之也，九甲而不归恶之，其非有也。公孙丑曰：以隐曰与不暇于不顺，放太甲于同名大月，太甲贤又反之，名大月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不可放与。孟子曰：有一隐之志则可，无一隐之志则篡也。公孙丑曰：师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士国也，其
居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息孰大于是。王子殿问曰：是何事？孟子曰：上智曰何谓？上智曰：仁义而已，以杀亦无罪，非人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人是也，禄恶在义是也。居人犹亦大人之是备矣。孟子曰：仲子不义与之，其国而福受人皆信之，是舍丹食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王亲戚君臣上下矣，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陶应问曰：舜为天子高，陶为世古叟杀人，则无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已然则舜不敬与。曰：夫舜恶德而敬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是弃天下，独弃敝玺也，窃富而逃，尊海滨而处中，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自范之，其妄讲其王之子喟然叹曰：居于弃养以体大哉？居乎？夫非敬人之子与？孟子曰：王子公事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比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鲁君之宋乎于蝶，则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身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孟子曰：时而弗爱使交之也，爱而不敬受处之也。恭敬者必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时，君子不可虚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为圣人然后可以践行其。宣王欲短丧，公孙丑曰：为妻之丧犹悦于已乎？孟子曰：是犹或枕其兄之婢子，谓之孤徐徐云耳，亦教之孝悌而以义。王子有其母死者，其父谓之请数月之丧。公孙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虽加一日月，予以为夫莫之敬而弗谓者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实以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才者，有达问者，有思书爱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公孙丑曰：道则高矣，每天一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未可及，及而日孜孜也？孟子曰：大将不畏捉弓改备，神莫亦不畏捉射便其构虑，君子隐而不发，月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训身；天下无道，以身训道。未闻以道训乎人者也。公兜子曰：腾亘之在门也，若PG 45，在所礼而不达何也？孟子曰：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达也。腾更有二焉。孟子曰：愚不可以而已者，摩所不以于所厚者，薄摩所不薄也，其进锐者其退速。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知而弗人于民也；人知而弗亲，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物之为及人者无不爱也。及亲贤之为物，尧舜知之而不变物，及先物也；尧舜之人不变，爱人及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思小公之茶放，犯流辍而问无耻，绝世之谓不知物。静心下，静心下。孟子曰：不仁者良惠往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公孙丑问曰：何谓也良惠
王以土的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父之恐不能胜，故屈其所爱子弟以训之，士之位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以争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争也。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与吾臣取二三策而已，以人人无敌于天下，以治人伐治不仁，而何其血之流出也？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臣，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人，天下无敌，燕南面而争北，敌愿东面而争西，夷愿曰西魏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辆，虎奔三千人，王曰吾为民耳也，非敌百姓也。若攻绝角击守真之为严阵也，若欲阵己也，焉用战？孟子曰：子将闻于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曰：顺之犯糗如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枕衣鼓琴。二与果若故有之。孟子曰：吾今而后之，杀人亲之众也，杀人之妇人亦杀其妇，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亦兼耳。孟子曰：古之为官也将以欲报，今之为官也将以为报。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孟子曰：周瑜利者凶年不能杀，周瑜德者邪事不能乱。孟子曰：好民之人能让千臣之国，苟非其人单食豆羹见于色。孟子曰：不信人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正事则财用不足。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谓之有也。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事，故的乎丘明儿。PG 46。为天子的乎天子，为诸侯的乎诸侯，为大夫诸侯，为社稷则变至牺牲，既成资盛，既邪既肆，以时然而汉干水溢，则变至社稷。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宛夫连懦夫有力，至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比夫宽愤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至之者乎？孟子曰：仁也者仁也，何而言之道也？孟子曰：孔子之去鲁曰迟迟无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其皆息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孟子曰：君子之恶于臣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何讥？曰：讥大不礼于口。孟子曰：无伤也，是曾之多口失云，忧心悄悄欲于群小。孔子也似不舔绝欲，亦不允绝问文王也。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惊矣，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溪间，介然用之而成路，未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高子曰：与之身上，文王之身。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离。曰：是溪足哉？城门之鬼，两马之利与其击成真？曰：国人皆以夫子将父为发堂，待不可复。孟子曰：是谓逢父也。近人有逢父者善国，虎卒为善事则之也，有众逐虎虎
复于莫之感因妄想逢复屈而迎之逢复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是者笑之。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身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畏性也人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畏性也好生互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性人也何谓善何谓性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性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知谓甚甚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子曰桃莫必归于杨桃杨必归于如龟斯受之而已以经之与杨莫变者如锥棒豚既入其力又从而招之。孟子曰有不履之争粟米之争利益之争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瓢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彭城阔视于其孟子曰死以彭城阔彭城阔见沙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孟子之藤管于上公有 PG 四十七业具于有上管人求之福的或问之曰若是乎从者之也曰子以是谓窃具来与曰待非也夫子之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惧苟以是心至思受之而已矣。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人也人皆有所不畏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人不可慎用也人能充无穿鱼之心而亦不可慎用也人能充无受而汝之食魔所往而不畏义也是谓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舔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舔之也是皆穿于之类也。孟子曰言近而止远者善言也守约而失伯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待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贫人并舍其田而云人之田所求于人者众而所以自任者轻。孟子曰尧舜信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圣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未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路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四命而已矣。孟子曰说大人则渺之物视其巍巍然唐高树任摧提数尺我得至福未也时前方丈士妾数百人我得至福未也班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至福未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畏也在我者皆古之至也无何未彼哉。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以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以曾昔是养藻而曾子不忍食养藻公孙丑问曰快至与养藻孰美孟子曰快至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谓食快至而不食羊藻曰快至所痛也羊藻所毒也会名不会性性所痛也名所毒也万章问曰孔子在城曰何归乎来
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成何思鲁之狂是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蔽也。狂倦乎？狂者进取，倦者有所不畏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避北，故思其次也。敢问何如斯可畏狂矣？曰：如秦张岑兮木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萧萧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以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与的不懈不协之事而与之事宣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为相远乎？相远得之贼也。曰：何如斯可谓之相远矣？曰：何以是萧萧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谓举举量量身斯是也？谓斯是也，善斯可以焉，然内于是也者，是相远也。万子曰：一相皆称远人焉，我所往而不畏远人，孔子矣。 PG 48未得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次之无次也，痛乎流俗，合乎巫事，居之四中，信行之四廉，邪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得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有恐其乱苗也，恶宁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性也，恶正生恐其乱乐也，恶子恐其乱诸也，恶相远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以经正则庶民心，庶民心思无邪特矣。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与高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来诸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遗身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事，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神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中。